势剧烈摇晃，道路边坡土石滑落，还有房屋外墙整片崩塌。四川甘孜州泸定县五号中午发生规模6.8强震，震源深度16公里，包括成都、重庆等多地都有感。地震发生后，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、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应急三级响应，国家减灾委、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。后来在甘孜州泸定县、雅安市石棉县又陆续发生余震，目前已经有千名以上来自四川各地的军警、救难及消防员前往灾区救援，确保灾区通讯电力及道路畅通。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下达指令，要把抢救生命当作第一任务。经初步勘探，震中莫西镇、燕子沟镇通信中断，德妥镇山体滑坡与房屋受损比较严重，冷气镇道路中断。地震还造成了甘孜、雅安等地部分变电站和输电线路停运。现阶段，包括成都在内，四川多地都在实施封控，居民等同被禁闭在家，一度传出有人想冲出小区逃生，还被大白拦下。消息一出，网友们不禁感叹：疫情、限电又遇上强震，今年实在太难。环宇新闻史立山综合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